请寻一下漂亮小鱼鱼，这怎么还有鱼泡啊？买个鱼人都给骗好了，太舒服了。因为我怕这个袋子以后还要吃熟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套袋儿，套袋儿底下是鱼骨、鱼头、月形小鱼头、漂亮小鱼片儿，下面是调料包，这边是谨遵医嘱，让我再仔细阅读一下啊、哦。先腌鱼，腌鱼，这鱼里边的水我倒了好几次了，还有，我们给它腌上。上面让我倒料酒，没有，咋办？哦，鱼泡也是可以吃的吗？我自己有地方专门吃炸鱼泡呢。有一个方便面调料的味道。哇，鱼好新鲜啊！这是大草鱼，这条鱼花了37.8块，免费送到家。打开小锅倒油。120克油 ，OK， 120克，港风盒史莱姆的容量，拿捏。我这个锅是个电煎锅，上火有点慢，上火有点慢。鱼这辈子两只眼都不能同时看一个地方，但是现在它可以了。这儿写着是，油热了之后先放酸菜，炒香，再放鱼头鱼骨。我怎么记得是先把鱼头鱼骨煸出颜色来之后，再放它。那就先放它和鱼头鱼骨吧，鱼头鱼骨吧。哦，等了半天忘开火了，花生油好香啊！哦，你们看这个锅散发的色泽像不像黑色透肽？你看这边还散发着人鱼肌的金色光泽。电煎锅它有过热保护，一不小心就关火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直接放酸菜吧。哦。刚才忘录上了，刚才的场面很激烈，酸菜都飞出来了，我的屏幕上都是油，现在好多了。哇，像是天上下起的酸菜鱼一样噼里啪啦的。放鱼骨，放鱼骨，鱼骨，鱼骨怎么放？哎呦，哎呦！哇，我发现这个食物比史莱姆上升多了。啊！哦，烫手了。没关系，刚开始不太熟悉。香，真的很香。这个调料包我很多年之前吃过，味道很不错。断生，炒至断生，有个词儿是叫断生吧。哎呦，鱼翅膀飞起来了。哦，可以了。哇，和饭店的酸菜鱼一个味道。要捞出来吗？直接加水。好了，平复心情了，瞬间世界都变得安静了起来。1.2千克水差不多就是这么多。我经常做泥了，我知道，我的手就是尺。祥和，为啥地上还有一个调料包啊？没有关系，做饭重要的是灵魂，调料的先后顺序并不重要，现在一样加一样可以。不加这个调料包都这么香了，加上应该更香吧。放半颗金针菇。尝尝咸蛋。咸了。点水，直接放鱼片儿啊，再焖个1-2分钟就完事儿了。好香啊。鱼泡是装饰用的吗？
把鱼肉没进汤里。哦，这个我下周还准备来招待我的朋友，然后发个视频馋死他。哎呦，爱吃酸的人真的肯定不会，就是酸菜鱼肯定就是不会，肯定就是没有办法拒绝酸菜鱼的诱惑。鱼是挺下饭的，饭蒸少了，蒸了两碗米饭，就这么两口。来个特写。这是金汤，哇，满满的一锅鱼，只取一瓢汤。有点淡了，尝一口鱼，38块钱买的鱼。真的，你们有机会试试吧，好简单的这个。有好吃的饭吃真开心。哎，还有根猫毛。第一顿吃完了，照这个形式下去还能再吃个一顿半，我的妈呀，这顿饭太值了。